你抢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你抢啥没了？我都说了你吃不了这么多，再说人家偷着西瓜，你怎么听到我西瓜的呢？我就纳闷了，吃就可边吃，你干啥？你说啥呢？咋了？<笑> 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快呀，快，快，给我！
给我吧。 黑米，你看这个手捧花好不好看？嗯，那我把它送给小姐姐好不好？不好啊，那我把它送给你呀，要不要？嗯，哈哈，你喜欢我吗，黑米？嗯，那你亲亲我，你亲亲我，哇，开心！我忘也不能忘，我爱也不能爱。 老婆看抖音买的砸核桃神器，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帮老婆更快速的吃到砸好的核桃。平时咱吃核桃要不拿锤子砸，要不用牙咬，不仅费力，而且不安全。有了它之后，砸核桃就变得嗷嗷轻松，一砸一个准儿，越砸越过瘾。我就想失误一下都不可能，啥也不说了，为我机智的老婆点赞。 我忘也不能忘，我爱也不能爱，这种感觉只有我自己才明白。我忘也不能忘，我爱也不能爱，这种。 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